对。OK， 好，我这边有两个橡皮筋。对。红色、黄色。对。注意看，如果把橡皮筋上面去摩擦它，注意看。哇！它要折下去，而且直接拿给你看没关系。哦。这很近距离看。是有看过吗？没有，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你会觉得说橡皮筋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完全先检查，完全先检查。哎，你都不想拿？不是，对，其实不用害怕，完全可以看。我可以玩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不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啊，这橡皮筋里面可能比较少，而且因为是日本在用的。他可以教我吗？那边也是吗？改成快下雨了，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？台北。哎，我从遇到一堆台北人，刚刚那边一堆都台北人。再做一次好了，这是我旅行的方式。好啊，就直接去。啊，出来要怎么说？出来很简单，像这样子，帮我吹一下，这样子。哎，它这个是特殊的橡皮筋吗？其实是正常的，完全跟它就跟那橡皮筋一样。很多人会以为是不是有洞啊，有缝隙。